接着走，接着走，接着走。这边好像是一个高速吧？这个算高速吗？我不太懂啊。高速公路两边会有人行道吗？应该不是高速吧？应该不是吧？直接下了桥了，前走。这边就是硅谷地区吧？硅谷它应该是一片儿啊，附近的几个镇，这个叫什么 Sunnyvale 吧？Sunnyvale、Santa Clara，还有什么 Mountain View 这些地方。这个是 Alchemy 的，什么 Parking Way，什么 Durian Avenue，什么什么路。这是叫攀援植物啊，攀援植物。这个大众啊，建了一辆大众车，这边大众车真的很少。这皮卡画的花花绿绿的，斯巴鲁、奔驰。还有什么 Acura 是本田的吗？雷克萨斯是丰田的高配版，Acura 是本田的高配版吧？最近看了一些关于车的知识，是懂了一点点。瓦里若。Car wash 洗车，这是洗车的地方。Valero 是个 Valero 自我服务加油，5.69块，5.7块，现金5.7块。如果刷卡，现金5.7块。如果刷卡呢是5.9块，差2毛钱。5千汽油，现金是5.8块，刷卡6块，5千加号。就是5千的这个优质汽油吧，6块钱现金，如果刷卡是6.2块。哦，涨价了，涨价喽，涨价喽。向左转，向左转的话，我应该怎么走？向左转，我应该是到马路对面走吗？还是怎么走？还是到那边走啊？我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，我看是不是应该到马路对面走？啊，我应该到马路对面走，其实到马路对面走应该。对面是个游客，好像是拿着照相机在那照呢。我也是游客，哈哈哈，老汤姆，手洗，hand car wash，用手洗车，意思说有工人呗。但是他又说是自助的呀，折扣每加仑，现金付款。那边好像有中文的。什么什么大一国际什么，繁体字中文啊，看不太清，还有韩文。医学中心什么什么大学，什么什么大学。对面是个亚裔的一个小伙子，对面。行吧，本来我想从他的右边。走，然后这样能够拍一下他，但是他主动的从我那边错过去了。我是不是应该
到那边去呀。Avalon 是个公司吗？Avalon，立着几个大石头，这石头有点吓人乎乎的，不会倒啊！哇，这车，这成了车阵了，成了。我说车阵指的是车摆出的阵啊，不是车的震动。全是车，而且有的都已经。把这个车灯打着了，车阵，车所摆出的阵。Oakmead 小村，Oakmead Village，Oakmead 村啊，Oakmead 村。一层两四层，四层的这个住宅小区，Thermo Fisher 热鱼，Scientific 哦，鸭子你好，鸭子肉挺好吃的，对吧？你们是家鸭还是野鸭呀？你们是啊？你们怎么这么悠闲呢？它这个脑袋是绿毛的啊，公鸭应该是。然后那个灰色的是母鸭，挺好看的这个小鸟啊。热鱼科技，它这个是，哦，它这个树根露出来了。它这是野鸭吗？还是家鸭子呀？怡 然自得。这边环境，哦，这边好多鸭子。这边，哇塞！我听它那个声音特别沙哑的，都是公鸭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它这个是家鸭还是野鸭呀？是有人养的吗？它们靠什么吃呢？按说这个鸭子在那个。在路边应该找不到什么吃的呀。这种不好看的颜色的是母鸭，这种绿毛的是公鸭。公鸭的叫的声音特别沙哑。你们好，鸭子。你们好，鸭子。这边是什么院啊？这是一个。那他们。这个鸭子在这走会造成环境污染怎么办呀？有人清理他们的什么？你们瞅着挺好看，但是这个叫声太沙哑了，不好听。下蛋吧你们，下蛋吧，送几个鸭蛋吃呗。他这个不太知道，不太明白他这个生态啊。他们也为什么不飞呢？如果是野鸭，你们应该会飞呀、啊，你们怎么不飞呀、啊？你们，如果是家鸭子，你们的主人怎么不看着你们？你们在路上走不容易被车压到吗？这嗓子太沙哑了，这嗓子，倒是挺好看啊，它那个脑袋那个绿毛的挺好看。哎呀，我记着鹅。我在很小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胡同有一只大公鸡，然后就啄人。我姐有的时候放学就怕那个大公鸡啄人，大公鸡啄人，鹅也有时候也啄人。鹅能够看家，有的鹅。天快黑了，这个反光锥被压碎了。月亮啊，看到。远处的月亮，天上可能镜头里看不太清啊。反正这边就是这样，fault line 错误的线，
这边可能都是各种各样的公司吧。这个它这种小旗是什么意思了？有老鼠吧，小心。啊，小心这个电力公司的电缆吧，应该是电力公司的电缆，对，electric cables，意思说不要挖呗。比如说在这施工什么的，在草坪上施工的时候，不要把我拿手套隔着，这样摁一下。啊，transformative，转换的、创造性的办公室的空间，为了租赁。这边是用于出租的这个地方啊，为了吸引一些公司来租他们的场地办公吧。倒是挺好看啊，他这个楼设计的。1230，1250。Horizon 平行线 Sunny View 啊，这个地方还是 Sunny View，Sunny 太阳的 View 是不是 Valley 的变体啊？太阳国 Horizon 平行线地平线，月亮挺圆的哦。这个松树看着有松果好多，镜头中间这个大松树好多松果啊，镜头里可能看不太清。这个松树有点成精了，我的影子，呵呵我的影子，啊，他这写着嘛，你看，提醒有鸭子从这过，容易压到，对吧？他这个画的还挺好看，一个大鸭子领着一群小鸭子，next 800 feet，下一个800英尺。800英尺，Horizon，Sunnyvale，这个是一个松塔，从松树掉的松塔，松塔也不小啊，个松塔。transform 的转换的，然后这是租赁空间。纽瓦克这边也是出租的吧？这边这么多地就盖房子呗。以前加州这边都是墨西哥的地方吧？30英里每小时限速，不要停车，任何时候。自行车巷道，这边写的什么意思啊？未授权的车辆停泊在指定的残疾人空间，没有展示明显的标牌的或者特殊许可证的，就是说将会被拖走，用车主的费用拖走，拖走的车辆可以获得，在一个拖车公司 AA 拖车公司或者通过打电话可以获得。停车限制24小时每天，未授权的车辆将会被拖走，车主的费用，授权的才能停。Imbada Caro 房地产拖车公司啊，就这意思吧。PD 是 Police Department 警察署，警察部，什么人在叫？什么怪鸟在叫？啊，幸亏今天吃的很饱啊，所以还是要吃饱了再出来啊。因为松树，这个是水管，不要停车，任何时候。
哦，这个松树，这个松树可以，松树可以做菜板子吗？松树，这个松树对电杆有点太大了，做菜板子应该行，很粗。这边是这样的院儿，Brilio，Brilio。为了出租，这边松树很漂亮啊，不要停自行车道。哇塞，这松树好漂亮！这个都成精了，这个松树，真值啊！这松树长的，它应该是品种的事儿啊，它可能就是品种很值。这个小区都是各种电缆，我从这走吧。这边你看，好多这个松塔什么的。松塔、松针就是这种尖尖的，就是松树叶吧。松树叶这样掉下来，然后有这个松塔，也在树的下边这样掉下来，松鼠可能就会抱着吃吧。这边的自然环境还是不错。Avatar devices。这个房子设计的很好看，哦，大乌鸦，啊，对，这是乌鸦，不是老鹰。以前我以为是老鹰呢。你们这个乌鸦飞出了老鹰的姿势啊。乌鸦据说是非常聪明的东西，对吧？非常聪明的小动物，乌鸦。啊，天色渐黄昏，不会有胶囊出来吧？如果将来来了，我就把我兜里的手机、充电宝撇给他们，现成的几个手机啪啪啪撇过去。为了出租啊，好多地方准备出租、备租。Fairlane 火道，不要停车。我的这个巷道不要停车，我从这走吗？还是从边上？从边上走吧，从边上走吧，不在这个紧贴着道走危险啊！别被人拐卖了，呵呵，别突然来一个车把塞在车里去，呵呵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呵呵，开个玩笑，直接走。直接走啊！看来今天得太晚了。今天那边他们在锻炼身体，在跑步那边。这边自然环境还是挺不错，空气相对好一些。哦，就是这样了。看看这边，我应该还是从不想从，走着走吧，走吧，这块还是比较平，这块 Alpha Omega 半导体 Semiconductor， 三米是一半啊，现在还有半导体呢。半导体不都已经过时了吗？啊，semiconductor， 一半的导体，简称半导体。啊，要天黑了。这边的松树感觉很直啊，六折。难道它是小的时候被剪过枝吗？
还是它天然不剪枝就能长这么直啊，有点神奇啊。啊，没有人呢，见不到人呢。这边是松果，松树上面结的松果。435 Oakmead 尔湾公司，Irvine Company，尔湾公司。这边在施工，好像是挖了一堆土。这插着好多小旗，都是上面还喷着这个彩色的条，表明是底下有这个电力公司的电缆。这个是切这个树的时候用那种油锯，估计是热量太多，把这个树桩都烧焦了，烧糊了。哇，这个树，这个树根真叫大。树根比较大，这边。这边的树，OAO sense，AO 感觉，415 Oakmead Parkway。哦，开始右转向道，投降给自行车，意思说给自行车让行啊，右转弯的道给自行车让行。这边一般行人、自行车都，人们还是一般比较谦让啊，还属于比较弱势的交通群体。我还戴墨镜吗？不应该戴了吧？戴着吧。现在我还戴着墨镜呢，戴着吧。一会儿等太阳完全落山了，再把墨镜摘下来。眼睛已经适应这个状态了。适应这种墨镜状态了。有老美在跑健身跑步，向左转。哎，向左转是不是我现在就可以转了？正好是绿灯啊。这个路口好大，这路口。而且没有车，很好啊。这个草坪好像刚切过，刚修剪过。哦，这个大树。真叫大，这一个树就是一个生态系统了。这边怎么似曾相识的感觉呢？我记得去洛杉矶那边的时候就有过这种景象啊，好像跟洛杉矶的某一个地方有点像，也是这样的水渠，有这个铁丝网啊，这样的。你看这边就很少见到人啊，很少有人在路边走的人更少啊，除非是健身的，其他的都很少，车也不多那边。对吧？嗯，好多都是很空旷的感觉。
private road 私人路，全力通过，被许可，并且受控制，主人的控制啊。这是私人的路啊。In vicus， 意思说这个路不是公众的，不是用纳税人的钱修的吗？是自己花钱修的吗？对吧？也就是说，这个路你要进的话，可以进，但是得经过他的主人的这个许可啊，因为它是私人的路，不是那种市政公共的这个路啊，啊，就是属于私权，对吧？私人所有权的路。商业中心3375斯科特路 Garrett。环境还不错，自然环境不错，这边这个树不行喽，干枯了，这个树得及时清理了。哦，这个大松树，哇塞！松塔不要掉下来啊，不要砸到我。这边就是这样了。然后这边有人在跑步，在健身。商业中心，斯科特路，斯科特路。停车限制24小时一天，全天都限制啊。灌溉循环水不要喝。No bubble 什么意思 ？bubble 是西班牙语吗？灌溉用水，灌溉循环的水不要喝，就是说这个水不干净啊。这里面是桃花、杏花是。这个白色的，这个很好看，对不？一团一团的。这种白色的花，春天特有的，到了夏天它一放叶，它这个花就掉了，就凋零了。开放给公众，阿凯的咖啡馆，3355斯科特路，周一到周五8点到下午3点啊。艾薇森样可以获得的，给5万个旧金山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出租的场地吧？应该是出租的地方。Applied materials 应用材料什么意思？哦，这个花，杏花，是桃花啊。财政什么什么引擎，房地产公司，金融什么引擎，这边的建筑都好像不是太高，也行吧，这样的它就不需要那种电梯成本，对吧？不需要电梯维护。这什么花啊？这是感觉有点像罂粟花的样子啊，有那么一点点像啊。大面积的那个绿色，这边就是这样。它这个花还是挺多的花。
很香啊，这边闻到。反正整体这边很肃静，人很少，绿色植物比较多，车严格来说也不是特别多。但是呢，这边有好多区域啊，是私人的区域，看着很大，但是不让你停车，也不让你进，这种就有点麻烦啊。这种私有化有点不方便吧？就是你肉眼所看到的这个地方很大，但是你要仔细研究呢，有好多都是标着什么私人财产，必须经过主人许可才能进入啊。需要过马路吗？7点了，催点雷，催点雷。7点了，Cyrus 这个地方，我那个水瓶没带啊，我应该补充点水分了，其实，但是那个水瓶放在交通法庭，其实它不是交通法庭了，它是 Santa Clara 的这个什么高级法院 Superior Court，那里边有交通法庭的业务啊，它并不叫 Traffic Court，而是叫 Santa Clara Superior Court。Applied material 应用的原料。还是直接走吗？向右转，Bowes Avenue，Bowes Avenue。应该是从这过，对吧？我掏出手套了，用手套摁一下这个什么吧。那个车想拐弯，想向右拐弯，但是看着我了，他就刹了一下车。我点了一下头，让他过了，那让我过了。Phoenix 凤凰铁公件儿，奥克兰，加州啊，凤凰铁公件儿，我猜应该是咱们华人开的吧？一般华人喜欢叫孔雀凤凰什么的吧？龙啊，孔雀了，凤凰了什么的。这是个公交车站，57路。
西门 Westgate 西门庆UC Santa Cruz 硅谷园区 Silicon Valley。 UC 是就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，这是个大学吧，硅谷园区，硅谷校园，有好多人都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，就是加州大学叫什么呀，圣克鲁斯校区，是硅谷的这么一个校学区啊，就这意思。这个是松塔，这个细细的是被松鼠啃过的，被松鼠啃过的，胖胖的是没啃过的吧，应该是。这个树挺粗，这个是那种水井的阀门，水井阀门，停车限制24小时一天，未授权的车辆将会被拖走。反正这个好多都是私人的这个地方啊，看着很大，但是你不能停车，这个就很麻烦啊。这边路边好像也不允许停车，这是什么井盖子，里边放的是什么电缆之类的吧。这个屏幕怎么有黑的，还是我的错觉，我的墨镜是不是应该摘掉了。一会儿考虑摘啊。它这个周围立着几个桩，保护着这个水表这个仪器。Applied materials， 运用原料，运用原料。这条路上好像车并不多啊。路很宽，但是没几辆车。这边好像是一家什么公司吧，叫什么 Applied Material 运用原料公司。这边是松树，公交站 bus stop 57路。哎，刚才那不是57路吗？公交站就这么短吗？这么近就一站吗？这个花，这种小的花，它这个颜色对吧，这种的就是同一个花瓣上有这个红色也有白色啊，是不？这种的还挺有意思啊，不知道是什么基因呢。这是它的水闸对吧，这个是月季花吧，这个花其实也带刺儿的啊，它